我要玩凯尔，我已经凯尔成瘾了。赛特上路，估计后期会被我无情喷射。这个人没有梦想，他居然出了防装，他后期应该肯定打不赢我的。我们中路，中路不见了。干嘛、啊？中路不见，然后下路又被杀爆。哦，伊达斯肥了啦！难不成又要在我没有看到的地方结束了吗？你要打吗？哎、欸，这边会有人，要帮要帮要帮！啥、啊？直接绕盖了？没办法嘛，这个卡特带一个枪刀，我们血鬼一趟还没有回补过，没有什么好比的。你看这边多么的瞧不起人。说啥啦？邪鬼到底要回家没啊？你最好等一下回家给我 carry 一点。哦 ，nice 啊！杀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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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掉 ，nice！ 啊，两层了。Yeah, baby！无情吸奶，没事啊，这游戏被吸奶很正常。我们一定要肥啊，这个凯啊，一定要肥。所以我要先带一下线。哦，血鬼有抓到头。打掉，跟笑话没有两样。要打吗？你们要夹吗？哦，会不会出事？应该吧，还有两个人，队友要我夹，估计他们应该收掉吧。Nice， 啊，没事啊，这把打一打没什么理由输。啊，也不对，对面的双 carry 超肥的，那他们的卡特856，那打野有12个头，他还有智慧魔，他已经三件装了，哇，鬼子三件装，我现在遇到他就倒霉了。Look at this dude！ 他小啦。三刀人就没了。仔细的看一下，对面是伊达斯跟卡特拿了一堆人头，然后我们是李信拿了一堆人头，我们没有什么到底会赢。不过我觉得对面的卡特挺烂的，光刚那波我暴打他，我就发现他是个废物了。所以看在这一点身上呢，我觉得我们赢的几率还是有点的。我再跪一下，你们再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一定 C， 水啦，不需要我。对面下水饺好吃，水饺好吃，无情破塔。啊！水饺好吃，他妈两秒就死了，20分钟，20个头的威力。乖乖下去！这把会战挺好打的，只要不要让伊达斯砍死第一个人，不要让他重置 Q 呢，我们应该都会赢。伊达斯没打，没打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他没打了。凯尔野闪 ，OK OK， 哇，凯尔死了，哇，凯尔死了，
肥猪 AD 肥猪 AD 没有想到死了十次还能这么肥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哎，处理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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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易大师，易大师会战有用？问号。哎，不要膨胀，不要膨胀，不要膨胀。哇！哇！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哇！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血鬼肥了，血鬼肥了，哇、哦、，AD 碎了，喷死他了，快点，碎了，没办法，我收不掉，哦，太早闪了。我太早闪，我已经 triple kill 了。哇哇，大龙没了，他一定会直接吃的。干嘛？该用抢的。抢到了！拉拉拉拉拉拉拉，串招串招串招，抢到很好，抢到很好。不打吗？不打会带上，可是我没有 TP 啊。我们假装退吧，然后蹲一波看看，如果没有抓到人再打，他们要退哦。好，退掉。哎 ，TP CD 啊，你们要拉掉拉掉拉掉拉一下。干嘛啦 ？ID， 无情被抓 ID。应该打不死他，太无情了吧！哇！赢不了。狙狙，刺龙刺龙刺龙，我绕一圈，感觉我可以侧面进场。我的输出位置不错，好多夹子，好多夹子，这边好多都是夹子。结束了，对面，对啦！啊？怎么就我在雷？我无情输出好吗？我无情输出好吗？我们前面是被吸掉烂的，易大师跟那个卡特他妈已经带了十个头来找我了啊！我一个头的凯尔，我这一个头，然后才十人左右啊！他们他妈带个十个头来找我啊！我当然像个智障啊！要不然你们看输出，要不你们看输出。为什么我又可以再打波了？为什么又可以打波了？因为系统觉得我更高分啊，我值得赢吗？所以我又可以打波啦、啊，很合理吧？很合理吧？对吧？对啊，要不然你们看输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。这个强势比较出来的，跟对面的赛特比，我好像也没很强。
不错了啦！不要膨胀，不要膨胀，肥了啦！哦、oh, ，nice 啊！出一下，出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一定是傻屌，超肥的，我无情输，他妈两秒就，nice 啊！去了，干嘛啦？吸掉烂，好吃，好吃，没有想到还能这么肥，不简单，打一打，哇！